翡翠蹄筋。翡翠蹄筋是江苏的一道传统名菜。制作这道菜所用的主料是水发猪蹄筋。配料有熟火腿片70克，凉瓜250克。调料有水淀粉、绍酒。精盐3克，熟猪油500克。调料还有虾子2克，鸡清汤250克。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翡翠蹄筋。先将凉瓜切成4厘米长的段儿，然后再改切成条。取锅上火，注水烧开，将蹄筋下入锅中。烫熟后把蹄筋捞出，炒锅上火，注入油，烧到4成热的时候，将凉瓜条下锅滑透，然后倒入漏勺内，圆锅上火放鸡汤，加入火腿，再倒入焯好的蹄筋，放入虾子、熟猪油，再加入盐略烧，这时再倒入滑好的凉瓜，用湿淀粉勾芡，最后淋明油，装入盘中即可。做这道菜的关键是猪蹄筋要发好，但不能捂至蹄筋表面有气泡产生。这道翡翠蹄筋的特点是味道鲜美醇和，口感韧软滑糯。